46分，啱啱派咗2分。8月10日啦，咁就警察就拉咗黎智英，就係一傳媒嘅創辦人啦咁樣。太街坊，買蘋果啊！跟住應該好多人買唔到啊！點解有咁嘅想法？撐蘋果，撐翻呢個香港新聞自由。咁啊，啱周庭咧就做出呢個預咗啦，就幫手擋誒。好，好撞好撞。黃家紅哥，見到周庭依家喺架車入邊嘅，咁啊有尾個位置啦，太多記者。